一百零九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，嘉义市是摕到九面金牌、十六面银牌和九面铜牌的好成绩。嘉义市政府为着要表扬，同时来为了包括领队、选手、各有教练的辛苦，伫咧十六号阴暗是特别举办着一场的庆功宴。现场由市长明辉亲自颁发着奖励金来表扬这优的教练各有选手，同时嘛来鼓励因继续努力，超越自我，创造好成绩。去年十一月份所举办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台南县举办，嘉义市代表队65位参赛选手，克服身心佮有交通上的困难，勇敢挑战，争取胜利，总共得到九面金牌、16面银牌、9面铜牌的好成绩。十六号阴暗，伫咧庆功宴顶头，市长吴敏辉是亲自到会场，除了来颁发奖励金，嘛勉励大家爱珍惜，卡努永远无放弃的精神来面对每一届挑战，持续创造好成绩。这一次的比赛当中，我们拿到了9金16银9铜这样好的成绩，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选手，他们认真努力，不但克服了自己身体上的障碍，更重要的，在这个场域里面，他拿出最好的能量，真的勇敢尝试，争取胜利，为嘉义市拿得最好的成绩。我们要感谢教练的指导、家长的陪伴，还有选手们他的用心努力。所以我们市政府特别致赠了比赛的奖金，我们总共发出了222万，为的是鼓励这些所有的选手们为嘉义争光，也为自己拿到最好的荣耀，更是我们期望大家能够多多运动，因为您多运动对社会的和谐、自己的健康有最大的帮助。我们也感谢相关的体育团队来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还有学校的用心。那我们看到身心障碍的朋友，我们也会鼓励他多出来运动。那再一次的感谢，恭喜所有的选手以及教练们。一百零九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，去年的11月27号到30号，总共4天，在台东县各竞赛场地举办。保龄球比赛只是提早在11月3号到6号比完。嘉义市总共摕到9面金牌、16面银牌和9面铜牌的好成绩，颁发奖励金达到新台币224万4千元，相当难得的是，嘉义市报名的选手只有65个人，但是除了摕到金牌、银牌和铜牌奖之外，阁摕到16个殿军，一个第五名和一个第八名，奖牌的数量高达52面，成绩会当恭喜相当出色。最新新闻就顶上王小三甲二七彩虹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